子孙孝顺，子孙成才，天后花，蝶猴鸡就是好孩子。好吧，天后花，蝶猴鸡，生有男，先生男孩，后生女孩。那从这里还是重什么？重男，先有男嘛，对吧？先有男再有女嘛。天后花，蝶猴鸡，生有男。好有女，好、哦、就是希望他祝福他，对不对？好，开花结果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在旁边的人，我们都接受到这一个叔公啊，或是阿公啊，当这。